那边呢？格鲁瓦租界。租界走可乐线呐，过后他随便就会调我的了。因为他很多个路，很多个门口处，看你要出哪里。这边给钱了啊？scan 不了。慢慢来，你不要看 GPS。嗯，好，河线。线还没回复吗？不然你就出了停一天先了。这种可以不用排线吗？一样的。向左转。七块就3.5哦，六毛3.8哦。3.8 ，OK 啦。向左转。行驶200多米，向左转。向左转，然后向右转。那个到了，向左转。向右转。
两块钱吗？用江早吃不用钱的，用江早吃，因为阿龙这边有打包那个泰国的炸鸡，他讲很想吃，然后我们吃炸鸡先来，晚上迟一点吃都不用紧啊。不用紧不用紧啊，八九点都不用紧的。哎呀，走错了，走外面。才出卡棒啊，才出卡棒啊，因为我打包那个炸鸡还要试嘛。OK。你不是吃一片先咯？我只吃一片罢了，我没有吃那两片。哎呀，它掺起来了，颜色都一样，哪里知道哪个辣，哪个不辣？你看就知道了，辣的通常比较脆。是我看得出来。亚拉附近中间。所以有 GPS 啊，从来没有担心过了。现在以前没有 GPS 啊，就真的是一直在弄边，他妈的。有 GPS 从来没有担心的啊！我只要保存好我的路线呢、啊，我直接按我就可以直接看出来走了。你跟你妈妈真的是可以讲不讲两母女都不像的，两个都是一样的。好哇，做东西啊都是那边干了不紧紧张张那种就是了啊，两个讲话都是很像，都是像那玩的，这样子错一个玩的了。阿弟阿做做像我妈那样子，但是我要上一点，不像阿弟那个还没到后面的阿弟弟的车架怕不给上，你们很紧张那种的讲话，好像很干干不那种就是了啊。现在这个社会，你。不是你有没有人，不是你有没有车上，你有没有钱上，懂吗？你担心你的子弹够不够力？还好这个薯条，你要脑补一遍。400，差不多了。BBC 我这车的。
继续直行。前面是 Grand Pacific Hotel 哦。啊？什么 ？Grand Pacific Hotel 在前面哦。讲了，这处上就是哦，这上其实我忘记两走了。它这边上，你这上啊，这上上桥沟下哈，然后走那个。你应该要打个蹦了喽。打个蹦，然后一个圆圈就回到了的。我忘记两走了。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打个蹦了。你打个蹦啊。一样啊，还看他呆着呢。还是打我家的名。不用了。其实你走个蹦那边就知道，我忘记两走了。我都没有看到那火掉，你看到？哎，啊，前面路。我这边顶住看不到。哦。他也是带我走个蹦的，他这边出的黑。我觉得你就是打个蹦跟他。他也是带我走个蹦的路，你不会停没？个蹦一波这边，他这边都出来呀，你不会停没？我的 GPS 这边有出来的。没有颜色了，啊，没有颜色，又没有灯光。嗯，是那他带的路是对的，是这样子走的。哇，前面要注意了咯。啊，他前面就是个碰的路要弯，他妈的弯不就斜的就后斜的。是咯是咯，你真的哦。行驶300米后，下左侧出口。因为剩下是迷茫了。好像是隔壁那条。嗯。好像是隔壁那条。是隔壁那条走错了。这条对啊，这附近。这条是叫加拿附近，我们是要回隔壁那条吗？嗯。我们是要走隔壁那条吗？有。这条是叫加拿附近。你是讲？应该是另外一条，啊、在不是中间这样子算起来，左手算起来第三条了。嗯、我们下去隔壁就对了。嗯，第三条了，然后去隔壁又去第三条，怎么办呢？没有东西吗？现在这边走江南古径过来吗？也不是，这条路好像不是江南古径哎。我觉得隔壁那条才是江南古径、嗯，隔壁那条。现在走错了。啊，隔壁那条才是江南古径。
我就叫你看见了，我问你是不是？隔壁那条腿就夹到很近。嗯，我都跟你讲走错了，就老北人前都没什么。总之现在我们要去隔壁那条就对了。亚兰伯利曼，帕利曼，帕利曼，我就跟你讲要打克崩容易咯、嗯、我们用隔壁那条就对了。现在要想你现在讲什么都没有用，你不要一天到晚在讲那些啊回不到头的东西啊、嗯、你讲完那些回不到头的东西没有意思公里啊，他妈的越走越远了。嗯，你打看走个这边，如果这边走个光回哪里有？还有比较近的吗？我现在这边走已经很远了。OK。就是出马六甲哈，不是出多哈，
我觉得是。它有三条，你在你走最外面那条嘞，就是出道，但是前面还是有路可以走个泵，还有几，还有它前面有几个路可以走个泵，啊，没有真正走过是吗？我走过以前一次是走那个侧那个路走一个泵了。显示还有21分钟到，还有8.8公里的。我这边是3分钟就到了。8.8公里，我是放我家的达曼纳。我这边出家人固定是3分钟，7.2公里，现在260米靠左边。啊，因为我眼睛散光，我看不到字。哦。啊，就是叫你看。我要玩进去的时候，我还问你是这边吗？这边吗？他们有谁家那个？他们有谁个风口？行驶200米后，稍向左转。哎，你不要导航，你直接走就对了。是啊。问题那些人是要上的哈。我怎么我外面那条路这样顺着，我里面这条路这样紧的？嗯。左转，向左边，他现在是讲。哦。啊，我外面就这上去，你看我不知道走去哪里，他妈的，你又不是很熟了。不是，是直走是对的。嗯。问题是隔壁那条路走很顺吗？我懂，隔壁那条路，如果是这样，我要侧左手边的话呢，我量侧。哦。嗯。分别中。好了 ，OK。2.3公里这样够近，这样子直直去有没有好走的？没有完了的，直直去吧。出到尾巴了。
面两个人的时候啊，我就看到马来婆在那边喊了，哎呀，点个心理成绩啊，把谁佛了，他两个不要给我烧完。
Grab 上88块。嗯，八十八。野人呢？88啊，也不用烦。嗯。他是你是88，你是要上到哪里去？垦丁海伦哦。啊？我上垦丁海伦哦。我在垦丁海伦。没有。到山哦。那个不是你不用去垦丁海伦，你去那个 Sky World。哦。那个 Sky 那个新的 hotel 啊 ，Sky hotel 啊。OK。现在赌场是在那边吗？现在那边里面极美啊。它外面走廊都漂亮了，你是要 taxi 去那个 Sky Hotel 啊 ，Sky 那个 Sky 的 Hotel 新的，不是去跟那个丁凯伦。左手边了吗？对吗？对，但是这边玩吗？不是，说不是这边的，还要再前一点，还要再前一点。之前我就是给这个骗了啊，还要再前面一点。92啊，更远啊，92 88 92，你有看哦，88 92，相差4块吧，那一栋。嗯，肯定这样大。他旁边走中间，他旁边是去哪里？这项啊，啊，这个旁边啊，是什么？公坝，没有，完蛋，你要看蓝色的牌。哦。可蹦是干不，不是这边就对了。我记得要弯去家去，是这路是要上桥的，走一波的。啊、对，走了、啊。这些停在中间是不同路两走。啊，看到没 ？M 字头的马甲车牌。目前这条路还是属于江南不进。嗯，对。因为我记得你家外面可以有一排是买卖车的。嗯。我记得。你就要尽量向左手边。我记得有一排是买卖车的。差不多是了。
我家那个路口还可以直接转进去吗？嗯，因为之前我不能带你走那个单巴进去、啊、麻烦了、啊、那个前面可以进啊，我那时候都忘记了。是哎、就这样对，那个 BSP 右方过了要叫车左手边，然后这边这上方就是要吗，是那个一波了吗、嗯、我最记得跟定还认、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坐缆车。嗯，没有什么明白，我明白我最喜欢了。现在这边是叫什么加兰江布吗？你可以记住他的名字，因为我们加兰江布猫啊。这边一进来这边，关掉关掉，我家住车辆关、哦，你们是很厉害。下左侧出口，然后向左转。我没骑地铁条路吗？这叫 Prima Da 公司。你现在打从家上去那个 Sky 那边多少？92块、嗯，而且还是属于 high 费，因为少车嘛。这个时候啦，早上我就不懂了。3000秒，然后过后叫车左手边，哎，右手边，右手边是第几个？记得对面，我记得对面是那个什么医药医生，怎么医药的？哦，那个台北。不是前面啊，不是，还要再上多一个。哦，上多一个。这个是巴萨的。
样带我走到不对劲的路哎。对哦，我带你走到越走越后面。真的是啊，你真的是够水啊，他妈的！你每一天啊带我都是死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后面后面的路来了。啊，你们真的不会相信你啊，每一次我每一次我相信你啊，我都是死的。笑死了哦！哎，又是后面的路，没有奇怪，明明都不是这样子的路，一进去。哦，他 block 掉了，他本来这边是可以走的。本来是可以走的。刚刚那晒阳光，我每次相信你，每次都死的，他妈的！啊！哎，我都只记得是对面是中那个一中一死来的那个。嗯。我都没有可能路口是这边坐车打八嘎这样子的。嗯。不对劲啊！哎。没有一次可以相信的，妈的。每一次都给你带去火了，要记得不是店长哦。过了油泵就对。记得我没有红绿灯的哦。相信你不如相信我自己更好。哦，对哦，对，我是扔着那个中那个华中医。哦。嗯。台北中医师。妈的，相信你，相信我自己更好啊。是哦，是哦。台北中医师很著名的，看守的。是看敏感的，我都不在这边了。是第一条环境线啊，这一条环境线啊。对的。
开二十四小时。啊，围住这样，这边不可以进，太好笑了。这边是正出入口的，没有可能封了吗？这条路。现在是很多个，等下如果来出去吃啊，啊你叫我弟弟加两轮。